越严的。那天聊嘛？聊嘛都那啥了，都没有病。那楼还在吧？大舅那楼还在是吧？嗯，那楼还没，要动迁了。是吗？你大舅那房子都给钱了。给完钱了。嗯，动迁了，给钱了。对，动迁，拆迁。以前聊嘛，我。我也忘记多少。聊嘛。聊嘛以前。国营企业那厂子可大了，专门做麻袋的，供全国。现在没有。对啊，万达广场到了。还有什么车？车。哎呀，万达广场都差不多，全国都这样。大连可能也有那个，是吧？都这样。哪个？清扫地面。等会儿。万达广场。对啊，万达广场。有超市。啊，对面还建楼呢。高楼，走吧。我妈妈过万达广场。空调，对啊，在这里。明天你按照一点说的时候，我去你家学习去。好的吧？那他妈还是去一点到了啊？正常路还是上？在二楼呢。嗯。一楼、二楼、三楼，对，应该好几层。位置差不多。嗯。去超市逛逛，万维超市。就他这有卖，你这样吗？嗯。都没有人少。人少。嗯。逛逛超市。